丢了，再下载不就好了？那是我收藏了好多年才。不去也得去。注意安全，好了，到地方了。远山，吴司令，我给你解开，你一定不能骂我啊！让你别动了。张远山，你有病啊！这什么破挑战呢？我不玩，我要回家。别，兄弟，我这也迫不得已嘛。肚子疼，先去个厕所，等下他们吵完叫我。哦，你快去，你快去。张远山，华远被密集，你脑子是不是坏了？你是不是傻呀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在家睡觉呢。别吵了，多大点事儿啊！哼。多大点事儿。眼睛就在麻袋里了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，你们这是犯罪！呀，谭三咋了？快快快，去看看！你们等会儿我。来了，救命！三儿，咋了？你们看，没事啊，没事，没事。哎呀，没事。怎么是你们？吴一航。
通过适当挑战的你，自然会有夺冠的勇气。加油！什么东西啊？队长，咱可都转了大半夜了，这图书馆在哪儿啊？就会找到了，别着急。我都快被蚊子给咬死了。就是。怎么样，好玩吗？什么呀，就这，我还以为有什么可怕的呢。哎，哎，木木呢？啊，木木啊，畏手畏脚，真是拖你们远山小队的后腿。何月，你少挖苦人啊！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咱们走吧。默默，你不用害怕，只要有我们远山小队在，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的。嗯，谢谢了。没事。丸子，所以你又有新计划了？我快有了。那几个月啦？哎，烦你！太猪啊，我又没违反校规。张远山，你记性好，背下了全部的校规。你告诉我，哪条说了你可以周末深夜进入学校，还进教务处？校规第7章第23条原文是：学生未经允许，不得擅入学校职工办公室。反之，只要得到允许，就可以随时进入了。是有这么一条，但是呢，谁同意你进去了？教导主任啊，他开学就说过。学生遇到问题就可以随时去办公室找他，我昨晚就去找他了。昨晚几点了？教导主任不下班呢，你去办公室找鬼啊！我不管他在不在，也不妨碍我去找他。校规上又没写必须有人在才可以去办公室。张远山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好兄弟啊，这个问题你就问得不太聪明了。停！你们废话说够了没有？周木木呢？他不是要跟我比赛吗？要不是他要跟我比赛，我才懒得过来呢。现在半个小时过去了，他人呢？
等你了。让师兄见笑了。以后弹琴的时候，别闭眼。啊，可是我……别找理由。如果不能克服自我，你永远没法进步。嗯。哇，何月同学竟然一口气说了那么多人话。张远山，你以后要是再敢去我家，我就给你告老师。看你还敢不敢告老师？嗯，全队都要请假，可是
在哪个点，都记住了？记住了。做得不错啊。哪里哪里，我就是跑跑腿，尽尽本分，主要是领导栽培的好。接下来你去盯这个人。我说有新瓜可以吃了，跟我来。哦，快点啊！这边啊，哦，谭三，你老实交代。我们的口号是团结团结团结，创新创新创新，胜利胜利胜利。
还是看我们大家团结努力。